到底的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是站在我们这边。那有没有可能改变什么呢？刚刚我们有一个另外一种想象出现，第三种的正常想象出现，真的跟站在一起的人，但是现在不是很多吗？那我今天要这样子来说一下，我相信现在吧，大家里面很多人在想，我今天看到中国我就害怕，我今天中国嘛，他就是今天中国就是我们台湾有政治的谋算，那就是这样子。我要记录这学生们辛苦的一天，谢谢你。哎，今天瑞帝有趣的，看着。哎，你这个废话看。